阿伯啊，我爸爸买新厝哦，我要搬厝啊！你敢知影有一间厝要注意啥物无？我5月7日到5月31日是房屋税的缴纳期间，而且有七种的方法会当纳税，会当用优点专享、便利商店、精品金融卡、自动汇款机、金融机构、电话语音，或者是信用卡缴纳哦。若是无收到税单，会当向地方的纳税机关申请拨款。你太惨，这拢唔知影。纳税有撇步，轻松搞定你的家。